近期《青春有你二》和《创造营》两档选秀综艺节目在观众间引起了轰动，许多年轻的面孔也因此迅速为观众所熟知。然而若要说选秀节目中最成功的例子，那莫过于杨超越。杨超越的逆袭之路可以称得上传奇，她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跃升为一位公认的明星，背后并没有强大的资本背景，只凭着路人粉丝一步步走向了出道的高地，如今更是备受瞩目，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，还有几部主演的电视剧即将上线，资源无穷，她的逆袭之路着实令人心生敬佩。的确，大家对杨超越最初的样貌都有所了解，她的穿搭也相对普通，不过凭借着她纯真可爱的面孔获得了观众的喜爱，令许多人产生一种呵护小妹妹逐渐成长的情感。然而成为一名明星后，杨超越也迅速成长起来，尽管她的一些日常举止仍透露出一股大大咧咧的性格，但在衣着搭配上却取得了巨大进步。从杨超越的个人颜值来看，可以说是毫无可挑剔的，她拥有清纯的面孔，五官精致，比例匀称，特别是她那一头酒红色的长卷发，宛如一位走出漫画的甜美少女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下面这张照片是一名路人拍到的杨超越，可以看出杨超越的私下打扮非常随意，除了高颜值外，杨超越的腿也十分引人注目，她的腿不是那种极其细长的竹竿腿，而是带有一定的肉感，但依然匀称细腻，宛如漫画中的美少女，难怪很多网友看了都表示杨超越的腿太迷人了，就连直男都抵挡不住她的魅力。在展示杨超越腿部魅力上，这件黑色洛丽装无疑最能体现她的美。杨超越穿上这身暗黑风格的装束，散发出一种天际般的美感，她的身材曲线优美，腿部比例完美，笔直而修长，给人一种高冷女神的感觉。许多女生平时喜欢穿裙子展示自己的美腿，然而却忽视了对腿部肌肤的护理，经常出现翻车现象，尤其是在这个季节，肌肤很容易干燥并产生皮屑，因此我建议大家平时多重视身体乳的使用。目前市面上非常热门的一款产品便是樱花身体乳，它的质地细腻，像糯米一样柔软，涂抹时给人一种幸福感，而且推开时不会感到油腻。作为一款美白身体乳，它的颜色恰似樱花般的粉红，非常少女感，涂抹在身上后肤色明显变亮，且白得十分自然，带有一点粉嫩感。在青春有你二中向观众展示的杨超越不仅才华横溢，而且她的外貌也越发迷人，她的逆袭之路是否会继续，杨超越的未来又会有怎样的发展，观众们无疑都很期待她能带来更多的惊喜。毕竟她在选秀节目中不凡的表现已经让许多人对她充满了期待，她能否继续保持个人魅力，继续展现出耀眼的光芒，这都是令人好奇的问题，留下了悬念。总的来说，杨超越的成功通过选秀节目走红，其逆袭之路成为了一个传奇，并且在成为明星后仍不断成长，她的高颜值和迷人的独特气质更是令人难以忽视。此外，她的美腿也备受瞩目，特别是在黑色洛丽装的映衬下更是尽显魅力。尽管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观众们对她未来的发展仍抱有期待，期待她能继续保持魅力和展现出更多的潜力，她能否延续自己的成功之路，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，只有时间会揭晓。